浓汤双麒麟，特制的饼干杯，玉米浓汤双麒麟，这是联名的纸杯哦。皆是万万兔兔陪我们一起来吃双麒麟哦。万万拿的是玉米浓汤，兔兔拿的就是玉米浓汤双麒麟，可爱，啊，超香的，真的玉米浓汤的那个很浓的香味耶，而且它是那个限量版的饼皮哦。好哦，这个也是联名的。全家双麒麟与日本高级生吐司专卖店齐本 Sakimoto Bakery 再度联名，这一次是玉米浓汤双麒麟，上次是2022年的6月5号，联名的是秘密开心果双麒麟，这个是齐本 Sakimoto Bakery 的联名纸杯，这个是蒙布朗的吉法，南部只有2家，今天也说比较难挤哦。使用纽西兰产甜玉米粉，然后搭配无盐奶油，制成这个双麒麟，就是这种一丝一丝的，叫做蒙布朗。蒙布朗双麒麟。真的越难起了，隐藏版双麒麟 ，Here， 它吃起来像麦当劳的玉米浓汤，咸甜双重口味融合在一起。难为万万跟兔兔了。这个玉米浓汤跟玉米浓汤双麒麟都是珊珊自己亲手做的，不过那个黄的那个颜色看起来就跟那个那种细很像，所以珊珊说这个看起来好像大便哦，那我的脸色好难看。